大家好，我是大雷。今天店铺开始要正常运转了，准备现在跟王佳上一趟店铺那边。开车。这前两天都开化了，地下现在全是冰，然后昨天又下了一场雪，都给盖上了。哎呀呀呀！慢点慢点！哎呀，这热水整上了呗？养生，真好。哎呀，这雪不好走啊！找地方了。那大过年没看你俩胖啊？啊？你不能让他胖啊！不行，得胖啊，老妹儿。胖。兄弟，开始吧，新的一年。我真的胖了。哎，有事吧？看看有没有问题啊？这胖胖就剩两天了。没事。没事啊。嗯。就这个老愿意摔漏，那应该研一研究怎么能给他，就是不让他摔漏，不让沉。嗯，去年就是过年的时候经常出现这个，就有的时候摔一摔他就漏汤了，应该研究一下应该怎么让他不漏汤了。这个绝对没问题，这玩意儿一般不会有问题。对，这也没事儿。一般是不会有问题。对，要是自己家产的，绝对放心。这蘑菇还冰凉了，是吧？嗯，放这正好。蘑菇更没问题了。嗯，反正就剩两箱了，反正就是多了。家里没有了，就剩这些了。哎，好像有点，但也不多了。不多了是吧？哎呀，再就是那啥。没啥，这几个花都死了，彻底凉凉了。时间太长了。嗯，完了，有点扔了，大哥。嗯。我觉得我不适合养玩具，这老凉死。哎呀，蜂蜜。蜂蜜应该是没问题的，这边搁冰箱里的。嗯。都放了哪些了？淘宝的，淘宝的，淘宝的，淘宝的。初二有啥？初二没有？嗯，有的现在都给上了，全上完了，都上完了吗？嗯。来，你咋这没远没东西了呀？哎呀，这不亏了吗？还有一点。一点。嗯，这是那好门呀。剩一点点了。嗯，那个里面还有吧。今天多少号了？2月18号呗。2月18号。那不对啊，咱算的是3月份，3月中旬，这烧有点快。这点煤也烧不到那啥了呀？这烧有点快呀。没有了。我问问大爷。嗯。那屋子还有，那个还有呢，那个底下。我说还有一点，我看了。这屋还有啊？啊，这屋还有一点。能烧吗？有，能。啊，不够，能烧越低。啊，嗯，够就行，够。来一挂。恭喜发财，大吉大利！
没红包啊！我还是你要说红包哪来的？把这个搁手机应该是可以的，刚才他在电脑上看不见。然后拿来，你有这个后台吗？没有。你下一个后台，下一个。这刚才把所有商品都上架了，但是有几样还有点没整好，等回家我再晚上再看看。好，我是大雷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，记得点下关注，谢谢。